第一局上半场，我们是不是应该掐个我们是不是应该掐个表？我来掐吧。行，那我们进去游戏就是转完之后就掐表。对，开始动了就行，就是进游戏，然后开动，屠夫迈出第一脚，哎，这边选了爱哭鬼，这，哎，果然啊，闪金石窟这怎么搞？闪金石窟，我们刚刚讨论了这么多地图，就没想到这一张。没有没有，这张图其实还好，因为楼下那个耳鸣上面是不会有的，其实也还好。对啊，就比较难找呀，你不觉得屠夫很难找吗？因为他在真的选老头吗？我觉得老头真的 bug 哎。老头，老头可能不能选吧。老头他可以一楼就是在一层管那个三层嘛。我觉得老头真的太强了。老头还行还行，因为他并不是说你找到了以后，那老头带传送的话其实还可以啊。我觉得老头真的有点 bug， 因为四个人的位置应该不难找，我觉得真的不难找。这张地图不好说。但求生者肯定没有监管者熟悉，可能比如说你打老头的玩家，你是知道哪个地方是可以躲的。不是你，你就算打老头的玩家，你也不会在这张地图打老头啊。你说的也是啊，你在这张地图打老头，你不是对吧？就为难自己吗？确实确实，哎，等等，我这个没换啊，我要给他换一个。这个图我感觉十分钟能找出两个就不错了。哎呀，我要没换成躲猫猫哎，你换了吗？我换了，我换了。好，我这边准备计时，先换，开始，开始，十分钟计时。好的，开局是直接玩能量台，对，还带个张华。他这个，哎，你看这个屋子里面就不太好看，到对对对，哎，其实这样真不太好看。这张地图老头是有很多那些死角点的，确实确实。如果是红教堂拿个老头不是不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哎，你看九十，你看九十的视野，看不到，还真看不到。对对对，我来看看他躲哪里了。你看摸将，你看摸将，你看摸将躲的那个点，哇，好猛，哇，这哎，我们上帝视角感觉到好难看到。对，这个好夸张啊，这个有点夸张，这个真的有点夸张。你觉得好？他这不无敌吗？我觉得绝对找不到他。老头在上面看你，虽然在上面看你，如果是我们牧童感觉情况不太对劲啊，这好像看不到人啊。那怎么说？怎么说？哎，砸了块板子！哎，喂，这边是直接不躲，直接出来遛鬼了。开始遛了，这追猎风眼。可能是觉得已经被发现了。有可能因为他看见好像你回来，有可能打我，我还不如提前先出手拉开距离。对对对对对，他心想说，也不知道你到底发没发现我，赶紧我赶紧告诉队友啊，队友先去摸个电机把乌鸦给消了。对对对对对，赶紧趁现在摸电机。现在一分三十秒左右啊，抓到遇到了第一个人，这边开始抓，没闪现，对吧？我之前是跟你说，不太好抓，我之前是跟你说了，这个追击还要一定的时间的，哎，吃一刀，确实确实。而且这张地图上上下下，感觉也不用太久，就是你追他的话，大概就我觉得就顶多两分钟就能把他击倒了。没闪现的话不一定，没闪现的话不一定。这个点，看他能不能转到就是。你看他们求生者和监管者带都是那种前期的天赋，就是什么破窗啊、巨力啊、脚印消失啊，然后监管者带的是什么追猎啊，是呀，然后踩板加速啊之类的。好，这边一个加速到下一块板子，但风眼在这个点，哇，这块板子可以。看一下另外三个人，另外三个人就可以不用躲了呀。对，其实现在这个老头有坏处，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抓人呗，就是哎等等，他这边是不选择继续追了，而是选择直接滑，哎，封他路了，这边路是要封死了吗？这里好像哎等等滑到了一下，怎么说？这里变成死路了，死路了，再来一下，死胡同。能不能封住？能不能封得住？哎呦呦呦呦！封住了，封住了。怎么说？很关键。好，全部堵住。很关键，这边能不能走出去？走不出去吗？走不出去，走不出去。可以，那这样的话应该是问中作弊了。抓到了第一个人。那现在多久了？三分钟有吗？现在两分五十秒。那差不多击倒的时候，差不多三分钟。而且牧童这边带的是个传送，击倒这个人以后可以立马选择传送。哎，看一看其他，这时候应该要看一下位置吗？看一下，哎，他直接传一台电机，哎，有耳鸣，能找到人吗？有耳鸣，能不能找到人？看视野，看叶子的视角，看叶子，哇，哇，好变态呀！哎呀，这怎么找嘛？这怎么找啊？
我的天，好夸张！来，我们就看叶子这一波躲的，来看牧童这个视野。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他就直勾勾的走过来，没看见，我都没看到。哎呀，我们看他的视野，完全看不见，完全看不见。太强了，完全看不到，这完全看不到。哎、太夸张了，找不到啊！那个摄像头也照不到，真的照不出来，一点没有。找不到，找不到，真的找不到，看不到，完全看不到。就他完全是陷在那个石头里面的，对，完全看不见。太夸张了，这个你只能就是我觉得下一把监管者可能会就没事就对着这个什么土地就锤两对。怎么说没看见。哎呀，小红点，没注意小红点吗？他有小红点吗？缩小的时候哦，缩小的时候没有小红点，不好意思搞错了，对对对，没有缩小的时候没有小红点。我傻了，脚都踩到人家脑袋上了哟。我去，没看见、哎、这里耳鸣消了，那知道这个人肯定在这里、哎、他这边排到了他的位置了。哎呀，出来了、哎、出来了、哎、出来了，看到了一波，杀了个回马枪、哎、但是这果然有时候你不能投铁，对吧？对，你可以用点诱饵战术。哎，其实哎呦，这里如果不出来，怎么感觉这个球生者爬得好慢、啊、他没有那么快暴露压压，这晚一点出来不、嗯、我也觉得可以，他可以再忍一手。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波这一把其实都不是说是找到的，而是求生者自己出来的。那对，现在后面的求生者就是急了，红队的求生者就要吸取这个，我宁愿暴乌鸦，我暴了乌鸦我再来溜你，但我不要对暴乌鸦我再溜鬼也行，对，我不要直接出来。时间已经过半，过了五分钟。这边的话，感觉地形已经非常危险了。怎么说？遇到一个中刀，哎，遇到蓄力仔，打到可以。我踩个板子，再踩个板子，哎，还很挺稳的，感觉还能再溜一会儿会儿。哎，溜不动了，溜不动。其实没有交互点。但是这个位置怎么感觉跑到一个非常不太对的地方呢？跳下去，跑到了一个没法走的地方。哦，他想，他想跳这个洞。对对对。那这样的话，遇到两个人，现在是多少时间了？现在是五分半。五分半钟啊，那有机会啊，感觉还有点机会的。我们看一下两个人位置，一个人在这里，一个人在这里。有耳鸣了，这个点好像没有刚刚的好、哎。我们看一下墨镜。哦，这个躲的没有刚刚那坨土好，但是这个小蘑菇，对，刚刚那个是无敌的，这个就不一定，这个不一定。但这个也还挺强的。哎，我感觉风眼这个摄像头真的没有什么用，对吧？你开局我们觉得风眼好像没有用，这个图真的开局觉得好像风眼，对吧？全图能开一下，但是求生者躲好了以后，我觉得不同现在应该学聪明了，他就怎么说？他就先拉个距离，看耳鸣大概在哪个位置，对，他先把耳鸣拉走，然后假装人不在了杀回去。哎，你看他很坏。哎，这耳鸣，哎，怎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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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叶子、啊哎，但是他们两个人，哎，他们两个人都在，哦，不对，他叶子在是倒地的，对，我还以为是两个人都在这。哎，打蘑菇、啊哎！他现在知道那个地上有些乱七八糟的地方，就躲得很对、啊、很难找。看看这种打一下这种就空的模型，只是贴图没有那个实体碰撞体积的这些模型打一打，找一找。哎，我觉得有机会。哎 哎，怎么说？蘑菇、哎、打不打、哎？打不打蘑菇？哎呦，我讲很慌，我讲很慌，心里面慌的一撇。走了走了走了，但是墨匠忍得住，他墨匠忍住了。不是这个时候我再看这些蘑菇，他没看到，他刚才哎，你有没有感觉这种东西，宁愿你走到我脸上，我吃你刀，反正你单刀屠夫，我吃你刀，我再走，千万不要自己出来。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要心理素质要够强大，对，要顶得住这个压力。哎，耳鸣又没了，他知道就在这个附近，对，就在这里，我真的觉得应该要出刀打一打了，出刀打了，开始打了。怎么说？看看我觉得他就要走了。哎哎，打！但是。打不打、哎、打不打没打 到哎呀，在你屁股后面、嗯、那个开始各种滑，什么鬼，就在你旁边呀、啊、在人家脸上滑稽，我看一下墨镜这个心里好慌，我好慌，我来看一下墨镜的视角，太恐怖了，就在脸上，这太吓人了，慌的牙皮哎，又打这个蘑菇，这蘑菇不是被打过？找呀，他找不到呀，他真的，他就每次他都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天！他每次在那个地方，现在已经八分钟了，还有最后两分钟，我感觉找不找的那墨匠就、哎，我感觉墨匠好强啊，他这个他真的心理素质极强，那个人都哇太夸张了，就前面木头一个个翻，一个个翻就没翻到那个。对对对，就你都这都没走，就心理素质很强大。
都已经前面在打蘑菇了，你竟然还忍得住？对，一路割草割过来，然后割到你那一坨的时候，割到你那边正好停下来了。走，我就很夸张，真的很夸张。找不到，就是找不到。罗牧童陷入了沉思，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人我感觉我看得很仔细了，他到底在哪？他一个就在这个地方，看就那一坨没看。这差不多了吧？哎呦，打到了，还有一分十秒，能不能撑过一分十秒？能撑得动吗？很难，我觉得很难。这个点位撑不过去了，感觉。怎么说？一分十秒，这边能够做那个吗？哎呦，我感觉不行了。来不及，这里板子。他除非很秀，他得想办法，他得想办法。他必须要撑住一分十秒钟，怎么说？这把的话就是一个平局和三抓的一个情况，三杀的情况，看怎么说。哎呦，完了，这个点我感觉没了，这怎么溜啊？哎呦，躲了已经够好了，那再传，躲得非常好了。但是好，这边耳鸣没有，还有多少时间？还剩最后三十秒。三十秒，那阿仙根本就不躲了，不需要躲啊，躲他还在找一点。哎呦，他躲在哪里？这个点，我勒个去，这么强吗？这个点有这么多无敌点吗？这么好躲？这张地图躲猫猫，我感觉以后可以开发出来，大家一起玩，真的好无敌。我也觉得，好夸张啊！这个图，这个点就全埋住了。监管者选择投降。监管者选择投降，他可能也知道，居然到了时间也没有，他可能也放了一个。他也看了个秒，他看一下时间，读了个秒，对他看一下还剩多少时间，就知道反正打一刀五秒，插刀也很。那我们第一局的话是这个冒险家把自己给埋了，红队啊，红队是拿下了一个三分啊，抓了三个人。哦，我感觉真的我可以了，真的我觉得很难。看完他们躲完以后，你有没有自己也想去躲的那种冲动？